恩来同志跟我讲，地下工作就好比尖刀上挑，悬崖上走钢索，你们这么多年在暗流涌动中刀光剑影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能不能把他临走时候穿的那件衣服给我，那个补丁是他被捕那天我给他缝的，我想留个纪念。好，好，我去办。今后不管家里生活上还是娃娃的教育上有任何困难，你来找我。这一腔炙热走过风雨如梭，你的足迹曾诉说每方土的波澜壮阔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欢愉在今夕，宴晚几两时，征服怀远路，岂是夜何期，深沉皆已没，去去从此辞，行意在战场。天亮了。